Freddy， 講電台先，講電台先，因為呢個過盒可以送一程。好，就用下 Brian 厚嘅背肌擋一擋先。咁識欣賞我嘅你啊！係，識貨我前面添。識貨你，大叔的愛。啱做啊，唔知 Viu TV 成日系到系咁喺度大叔的我，好笑啊，笑到我啲人嚟噶嘛，好笑啊，真系。继续嚟，好，开始，开始，真镜啊，未 ，OK 啦。好，哇，嗱，翻翻嚟啦，咁咧呢度我哋系两个产品嚟，咁先讲咗一个喺呢个咁靓嘅北斗之前嘅 figure 嘅脚下边咧有个地台喎，嗯，有个浩瀚嘅沙漠，冇错，呢个系一个据闻咧就其实嗱呢、這个呢、這个地台就直头讲啦 ，Tiny 俾我哋。Tiny，Tiny， 哦 ，Tiny，Tiny 就俾我哋拍嘅。係，佢原本就係做啲工程車嗰啲嘅配合嘅地台，你見到咧啲好重嘅啲嗰啲車胎痕、車胎痕啊，嗰啲即係嗰啲鋼、嗰啲鋼履帶痕啊，係啊。咁咧就係嗱咁一睇咧好重嘅，咁啊好明顯呢啲就唔係啤件啦。喂，石膏嚟喎。應該係 poly， 唔係喎 ，poly resin 混合咗嘅，其實大力係可能爛嘅。咁嗱呢個咧。嗱，唔好以為係話梅喎，喂似啊！頭先紅魔搞呢個係話梅想食，整飛嚟啊！其實就係好似我哋啦，我哋拆出嚟咧就係一個石頭嚟嘅，咁啊鋪喺上。居民好多阿德哥啲老友啲高達同好會嗰啲 fans 咧，都會買呢個地台咧嚟配啲高達，其實都 OK。可唔可以醒我俾我？可以，可以嘅，可以嘅，可以嘅，係啦，可以嘅。咁啊，呢啲話梅喂真喂整翻粒啊喂！好啦，咁通常咧啲 fans 就問喂幾錢啊？成日問幾錢啊？呢個咧呢一兩件咧應該係2.99，兩件2.99，唔係一件2.99，哇兩件2.99就哇即係喪入啊大佬，回到舊時噶啦嚇，咁佢其實成個系列佢有啲大件啲嘅，好似有成四五本，咁今晚時間關係咧，我先拎咗呢一款，其實呢兩個係同一款嚟嘅啫，只不過顏色唔同嘅啫，冇錯啦，就分別就係話梅咧同埋嗰啲黃色嗰啲係即係咩啦，係啦，咁就。幾啱擺高達啊，擺越野車啊，工程車用。不過反而我有即係八卦少少，因為其實如果你話 Tiny 出，我初初諗住會係即係同佢啲1:64系列會 match。不過似乎呢一個就真係唔係俾1:64玩啦。可能係啲工程車嗰個係1:50又。即係我諗 minimum 係可能1:10、1:24。24至30以上咯，不過你24你呢個台又細一隻喎，冇錯，都唔似咯，三睇你點配啦。嗱，原來間公司名咧，嗱 Tiny 嗰度有得賣嘅，就叫 Die Cars Douglas Mock， 係啦 ，Douglas Mock 又係德哥啲嘢，又係德哥 ，Die Cars Master 係啦，原來 Douglas Master 原來即係 Master Douglas 咁樣，好啦，有好多款嘅，咁嗱，買啲本身做 demo 咧，係工程車咯，鏟泥車嗰啲，主要都係影埋。影得啦，影得啦。佢都係襯翻 cat 嗰啲工程車、鏟泥車、啲 caterpillar 嗰一類型就真係無懈可擊嘅。不過我真係想講一講，我立咗佢，我就一定係愛嚟擺高達，同埋啱啱特別係即係0083又出呢一個即係沙漠嗰一堆嘅大魔啊、渣鼓啊，哇！我諗起都興奮啊，真係。咁啊，呢堆啊2.99呢兩呢對，咁啊有啲係平啲嘅，有啲就賣100幾蚊都有喎。嗰啲細塊啲嘅，嗱有機會攞俾大家睇啦。下次攞兩塊大啲嘅咧，最大嗰兩塊都係最呢個未最大嘅，未最大嘅都係3.69。咦未？咦最大都可能真係擺得落啲越野車喎，即係1:35我啊包喎。其實係得嘅，其實係得嘅，都幾好。即係我聽聞都幾多人會玩，因為如果以呢個價錢咧，我覺得 OK 嘅。因為你唔使自己砌啊搞啊，不過廠方我有少少意見，我啱啱即係第一次見，所以變咗我自己會有啲 brainstorm 啦。其實頭先咁樣擺，我覺得已經無敵，真係正。我哋襯埋呢一個 figma 一，同埋呢1:12嘅 figure OK。我想講嘅就係、是、if 如果真係可以諗下外形上咧，有冇辦法可以 say 將兩個同 size 嘅地台合拼？嗯。咁你個玩法就完全唔同曬，同埋可以多咗好多嘢玩。係啊，呢個真係睇下 if 如果有下一水嘅產品，不妨諗下點樣將兩個同類型嘅地台拍埋一齊，咁變咗嗰個可塑性同可換性都會高好多。冇錯，係啦。係呢個我少少預見。係啦，你見我喺度收嘢就紅館咧要罰錢嘅，過入12點我哋收開話梅。咁啊，即刻加俾呢兩位繼續講佢好喜歡嘅北斗之拳。係。好咁啊！我唔知道之後會唔會 cut， 不過循例都再報多一次啦。玩具 TV 第17集
啊，第十七，第十七季第八集嚟到啱啱介紹完呢一個非常之精彩嘅地台。冇錯。而家我哋就要介紹翻早排都算近嘅，真係叫做隻手可熱。我純粹淨係講呢一個 noise 嚟講，係非常之勁嘅。冇錯。北斗之拳劍次郎什麼系列咧？超像可動，而家大家唔係玩緊 JoJo 啊，而係玩緊呢一個北斗之拳。係咩？有 JoJo 眼喎，但係有。係啦，咁啊呢一個其實 so far 大家即係我相信北斗之拳都期待咗一段長時間。咁啊吹到而家話會出即期。哇！追都有。第四彈，佢終於第一彈見街啦。係。劍次郎，我哋係冇呢一個維他做 sponsor 嘅。快有㗎啦。收到啦，咁啊點啊？有咩評價先？飲完一啖，其實咧係咪話真係好似坊間講得咁衰咧？當然，既然都係咁，俾個全相大家睇，我先唔講我個人嘅意見，大家可以望翻佢大致上個碌啦。唔好嗱嗱，當然啦，唉都唔爭在啦。你見到呢一張就唔好攞嚟睇嘅係咪應該？或者後面看完就算，跟住再看翻實物，俾完錢之後再看翻實物。你話呢啲唔係照片？哇，大佬真係發發聲，我就講。不過你問我其實本身個面相造型上色其實係唔差嘅，大家可以留意翻。當然成件嘢或者我。突出少少，我講曬所有缺點先，我先至揾翻啲地方盡量可能讚下啦。大家留意翻佢對死魚眼，乜嘢叫做死魚眼呢？你可以喺呢個產品度完全咁樣可以睇翻出嚟。我覺得佢對眼真係好有種攝人嘅迷人咯。係嗱，本身其實劍次郎。個 shape 咧，佢係拿捏到嘅。佢呢個 shape 係好靚，係絕對冇問題。當然，如果有一啲高手可以將佢對眼 say， 譬如話點樣可以重繪，將佢有翻啲神嘅話咧，我相信其實成件事唔同曬。直頭換咗啦，要嗱，佢而家 existing 其實呢一個冇表情個樣咧，我呢一隻嚟講其實係收貨，算好㗎啦呢個，係水準以上添我講。咁大家大致上可以見到劍次郎，譬如話特別係佢頭髮啦，佢啲層次其實做得幾好嘅。咁本身膚色亦都唔差。同埋佢嗰對強而有力嘅手臂啦，黐線地勁啊！啲肌肉啊，肌肉紋理。係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其實我又其實我真係想講咗缺點先嘅，你喺度讚佢即係頂你。咁一場和嘛，繼續你嚟。係啦，咁你見到呢一個正常樣，正常啦。跟住嗱，唔好意思，呢個咪爆衫。唔係，我想講咧，其實玩具 TV 拍呢啲咧，最冇嘅就係唔可以講粗口。雖然我曾經都好似即係拍咗咁多年，我試過甩過一次，唔覺意講咗，唔係好似嗰啲啊嘛。不過呢啲咁嘅樣，大佬我點夠姜擺喺個頭度啊？你仲話呢啲叫做老烤樣啊？呢個似係放某一種其他市場喎。Exactly。你老實講，你跟住嚟緊，佢可以挑戰嘅就係呢一個胡迪啦，或者挑戰呢一個 Queen 嘅主音歌手啦。終於都有新嘅係啦，大家絕對入咗手之後，我強烈建議你盡量善用呢一個怒敲頭，真係高潮迭起嘅。哇！真係好啦，跟住繼續彈，唔好俾佢停。嚟，大家可以留意翻本身佢。的膊頭位，佢其實你問我話超像可動，我覺得變相根本就是 VivoTech， 因為佢本身的關節同 VivoTech 其實是冇有分別的，最敗筆的地方就是膊頭位，冇咗不肉的架底。哇！真係好得意咯，呢個真係。本身我當然我相信佢是為了有留翻一啲空位愛嚟做可動，呢、這個我明白的、咁但係你 set 位，你係咪 set 得咁肉酸呢？抱歉，我係用肉酸嚟形容嘅。除咗本身個膊頭位之外，大家留意翻佢個老鼠仔，呢、這個係咪叫二頭肌啊？定三頭肌啊？即係下邊嗰嚿。
納入去嘅。當然重複，佢絕對係因為劍刺郎封口嘅寬嘅胸肌而去做翻一個調節。不過你會唔會調節得過分咗咧？你俾我去揀嘅話咧，我就寧願佢做少少牙出嚟嘅手，都 instead of。咁你又唔使咁，大佬，我攞嚟玩啫。唔好攞咁多出嚟啦，唔使咁多噶。我唔再講啦。頭先我將100蚊紙講咗一齊。另外，我頭先講咗啦，佢基本上都係 vivo tech 嘅，咁所以變咗佢連呢一個手教關節都可以好清晰咁樣見到兩節式，同時會係見到佢嗰個 vivo tech 嘅關節嘅。係咯，成個波走咗出嚟嘅大佬。佢個波位係非常之清楚同清晰。好明顯啊，真係。即係我另外係繼續。繼續要彈嘅就係、是。你在這個不動的情況之下，他這隻腳的線條其實很漂亮，本身那些牛仔褲三紋呢也都跟上了，不過就是這樣了。雖然我明白超像可動是要可動，不過如果你真的說有玩開其他一些、可動而又要就這個三紋的 figure say 少之又少，或者甚至是 SHF 孫悟空那些，他其實在這個一些大動作的關節位其實花了很多功夫，就是怎樣令到他動之餘又可以盡可能的即在遮醜方面做多些功夫呢？ Sorry， 超像可動我不覺得他有在這方面下過功夫的。大髀的操動這麼有趣的，這個其一。其二，你這個位置呢漏罅我都算了，你這裡其實跟即個 hip 位呢是很容易會咦，下張應該都是牙雞的。你說我還需不需要介紹下去呢？其實真的好笑啊，繼續說。對了，繼續會見到你其實在這個大髀位和這個 hip 位呢也都會有很大的妨礙，當你攝了進去的話呢，其實那個一動呢它在外觀上就會非常之不協調的。但我不明白為何他這個位置不做軟膠呢？ Yeah， 你都說得出，因為當然你是一個專業嘛，你所以去反映一下給這個超像可動聽的。好，跟住膝頭哥其實就不算太差的，不過都是那句啦。膝頭哥變成沒了，變成好恐怖喎，好像斷了。哇，這隻百家之大成。好，最後要彈的就是他的腳踭。當然，佢本身其實都係一個皮靴嘅設計。做乜啫？俾咗幾節你啦，仲想點啊？係啊，問題就係佢嗰幾節竟然你只可以呢一度喐咯，呢度就頂住咯。咁樣可以用啊？咁誒，佢就係完全真係，當然第一你要用台座嚟玩，第二佢真係話做一啲向後咬嘅動作嗰陣時咧，就要靠翻鞋尖呢一個關節，就好易做咗啦，去彌補翻佢。這個腳踝前面那個位置動不到的問題。彈完了，那是不是說真的完全無可取呢？我又覺得不是的。那、或者麻煩這個來一兜你，我完全明白為何你會買、啊、喂，我真的很喜歡不鬥之拳的、啊、大佬、啊、我完全明白，我看到這幾張照片我真的會買的、哦，那是因為佢遮住曬，咩叫照片啊，大佬？遮住曬手臂嗰啲位咧，你完全睇唔到佢手臂有穿崩。佢個完美嘅造型咧，其實你喺下邊用一個 low angle 射上去，我覺得真係唔錯㗎。側面幾好睇喎，係真係型㗎。真係好靚㗎，佢嗰個。你而家用個 high angle 影，其實就爭咗啲。最理想係用 low angle 射翻上去，你本身譬如話佢喺個褲。即係個大髀唔喐，黐住翻條褲嘅情況之下咧，你睇唔到個佢所有嘅缺點啊，同埋本身喺打側睇咧，其實都係嗰句啦。喺個頭雕嚟講，呢、這、一個劍刺郎其實係唔出得唔錯嘅。佢 high 係 high 喺佢嘅眼神嗰度，同埋個嘴咯。個嘴其實都唔差噶，你擘大口又唔好講啦，算罷啦。好咁啊，另外佢一個優點就係佢哋著色。你幫我攞咗支維他奶佢啦，維他奶。佢個著色其實都靚嘅，你見到本身佢嗰個皮套，揾埋皮套頭先即係玩拉帶玩到傻咗。佢件皮褸咧，嗰啲三紋其實都處理得好好，
好好之餘，其實你會見到佢顏色方面咧，就用咗一種金屬色，嗯、變咗你望落去其實都好靚，同埋嗰啲釘咧金色撞翻出嚟咧，一來呢只 QC 其實係唔錯嘅，真係幾好嘅。你會見到唔會話有塵粒啊，有啲花痕啊，其實成件衫喺造型上。同埋嗰啲衫紋嘅處理都係出得好好嘅，佢令到件衫高貴咗咯。因為我都唔明喺動畫入邊佢冇咁型仔嘅，件衫冇咁靚。同埋佢個胸肌咧，你見到佢嗰啲胸肌嗰啲接紋啦，或者佢摺翻入去即係腹上邊嗰啲衫嗰啲衫位咧，都好靚噶，真係好靚嘅。另外你見翻佢打側睇啦，你唔好睇佢入邊個格拉底啦，你見到嗰啲筋。陰影、光暗位、高光位、布帶的上色和一些坑紋、拳頭的青筋，全部給你，是高質的，是堅高質的。另外就是配了total有三對半手型的，咦？岩山兩盞波喎。另外呢都另外再配多三款特效件，都是拳的造型件嚟嘅。北斗百裂拳喎，既然是咁，咁啊配翻落個手個波杯度啦，個波就得噶。波杯個波定係？波杯個波咯。波杯個杯。波杯個杯咯。咁就要。我真的忍不住補少少我自己的意見先。頭先德哥是啱，嗰、那個雕刻是冇問題。佢出了問題是配色同埋咧拆件嗰陣用嗰啲比較古代的方式去處理。古代個頭咧，嗱，佢咧頭咧，如果你影到咧，佢條脷咧，佢係拆咗件嘅，方便上色嘅。但係咧，佢條脷嘅顏色唔知點解油到好粉紅，係咪啊？冇睇錯。哇！啲嗰條脷咧，如果你咧將佢打斜少少睇咧，佢好似捲起咗條脷咁。係啊，嗱，佢配色好問題，好大。而家麻煩阿 Ricky， 你反轉個頭，佢睇翻個頭入邊咧，其實佢係拆咗件嘅，即係條脷係分開咗啤，然後上咗色安翻落去嘅。因為正常係扣帽嘅，但係咧佢既然做咗呢個 step， 但係竟然嗰啲上色係處理到咁咧，就變咗真係有啲可惜嘅。整個雕刻我覺得是其實是正確，但係同埋雕刻就佢拆件冇考慮翻點樣拆啊。坦白講啊，你呢一個姿勢，其實我覺得是靚仔嘅。回音唔該。哇！最後嗰句，你已經死了，轉頭見。冇轉頭啦！好，今集玩具 AV 啊，唔係玩具 TV 就玩住咁多咁啊！啊，仲有少少嘅公布咁啊！除咗多謝科林今晚嚟到之外咧，佢仍然喺度嘅喎，係啦。咁咧係啦，咁咧仲有就係係咪要報一報嗰啲最 update 嘅數啊？上十九個人參加嘅，你十九幾個人啊？係啦，暫時有十九個人參加，咁因為我哋嗰啲觀眾其實可能好專心睇下德哥啊，睇下科林啊，睇下睇你嘅啫，得你專業啫嘛，大佬。又嚟啦，咁個人嘅評論啊，加嗰啲，咁所以咧其實未去裝個 game， 其實裝完個 game 之後咧，其實聽日仲有大把時間，八點先至會 close 係咪？係啊。係啦，咁記住我後十搶品係超過五十份㗎。哇！記住嚟啦，咁啊即係就有機會。好，咁啊今晚辛苦曬大家啦嚇。好，有冇宵夜啊？好啊！只能夠外賣嘅啫喎，而家好似話係咪？麥當勞啊！好，外賣咯。下個禮拜見。仲係二百幾人嘅。